有生意啊，这不是说那个，不是说每一天都有7200个那个大陆客要来台湾玩，那怎么都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什么生意耶。不然这样子好了，你来秀舞跳一下舞来招揽生意好不好？好啦，阿翔啊，音乐哦。阿翔来了，音乐哦。欢迎哦，来买冰糖哦，一粒送两粒，两粒送三粒，三粒免费送你到三粒。好啦，干嘛啦？还三粒耶，我还送到中天呢。怎样啦？那个欧巴桑，你过来一点。前面欧巴桑，过来，你们两个不是？你懂啊？你们两个不是母女吗？什么母女？我跟她是姐妹啦。姐妹啊！我只是比她大2岁，所以看起来像妈妈啦。不是啊，因为哦，最近这个上海市长有贵客来到台湾了，待会经过这个地方了哈。嗯。衣服穿起来这样很难看。啊，这个是你儿子是不是？同事啊，这是你儿子啊？不是，我有这么老啊？同事啊，衣服穿起来。衣服穿起来啦。啊，是怎样哪里难看呐？啊，人家嘉义东石前几天清明节是找一堆辣妹去跳清凉秀，啊，人家穿那么少，比我还要少，你不抓他们，你知道干什么？对嘛？拜托一下，我现在是要抓他啦。对了，哎，你们真的不要这样，我跟你们讲，你们这样真的不好看。我跟你们讲，之前那个豆花妹哦，她就是因为穿的太少哦，差点被网友讨厌哦，所以她现在都包得紧紧的。你们这样不好了，现在流行那种清明庶民的感觉了。对啦，这样大家才会喜欢嘛，要不然你们这样过时了啦，已经过时了。哪里？过气了。你不认识我妹妹吗？我妹妹还有上过电视呢。上次她在上电视的时候，就身体就包很紧啊，就被人家讲说她是金华火腿。哪里啦？哪里像啦？对啊，我们就是要露一点呐、啊，露一点这才爱嘛。好，下了，下了。郭道英文呢？对啊，小了，小了，给我讲点啦。嗯，我的意思是说，哦，衣服穿多一点，哈，不要引起一些那不必要的麻烦，还会犯罪。尤其是你长得那么丑，我要看到你这样，人家都觉得你在妨碍交通了，还要影响市容观瞻了。衣服穿起来啦。哎，你说我妨碍，你骂我就对了，还嫌我丑。你要不要穿起来啦？我要骂你脏话，我你的哔哔哔哔哔，哎，大伯。老逼，哎，逼，哎，逼，你再讲，逼，你到底要不要打他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小红，小红，等一下，小红，他骂你3次鸡呢。等一下，你叫我什么？小红啊，你已经叫我小红了。你小红就小红了，哎，你好好做好不好？警察好好演好不好？人家骂你3次鸡呢，赶快把他抓起来，小红。我变小红了，去，抓起来，好，抓起来就抓起来，抓起来啊！探点，那这样子，我抓。等一下。你抓姐姐，你刚才叫我什么？你刚才叫我什么？汉典呢？汉典是你在叫的是？那我要叫你什么？叫点歌，叫点歌。哎，你别点多几首歌啊！点歌，谁牙七就是谁牙七这首歌，叫我点歌啊！点歌，对。那我抓妹妹，你抓那个姐姐。我抓姐姐，我再怎么样抓也是要抓妹妹啊！我跟你讲，演艺圈现在已经没有伦理了，因为我现在是电影明星、电影咖了，好不好？好不好？不是，你现在讲这句话是讲真的？讲真的啊！你很不喜欢我来演这个戏？你以为我很喜欢演吗？戴这个帽子，然后搞成这样，因为我很喜欢演这个东西吗？不是啊！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考虑我的感受够吗？你先考虑我的感受好不好？先考虑一下主持人，多哥、台哥、孔哥、辉哥都在现场，都在现场。啊，你说他们在，你都是这样子讲哦。我跟你讲，伟忠哥在我照讲，你就是不想演就对了，不想演。你讲的是真的哦，真的。真的哦，真的。然后黑姑尾里面扫啊，下一次。哎呦！红了！他流血了！点歌，等一下再跟你算账。哎，赶快走！妹妹啊，你神经病大惊小怪啊！流血了嘞！
我刚刚吃了一个红红的叶槟榔啦，我呆机啦，我跟你讲啦，哈，哎，人跑掉，你看看那个上海市长还要说什么要体验一下我们台湾的什么庶民生活，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庶民生活，这都是台湾人的精神啦，你知无？嗯，没。小蛋起来了，我爱关灯。哎，哪个是？我跟你讲，这种台湾精神，遇到什么事情啊、哦，吵吵闹闹这样，对不对？过去就算了，我们台湾人永远学不到教训，又是很开心，又是新的一天。阿雄哎 ，music 秀舞了。其实讲了嘛，无对啦，主要台湾人就是安尼啦，不知道吃到出来变安怎，甲钱都。